张柏芝紧抱生下第三胎以及秘密出院的消息，离婚七年的她鲜少传出新恋情，如今突然爆出这个大消息，医院外挤满大批媒体守候。据港媒报道，张柏芝日前生下的是个男宝宝，前公公说很久没有联系张柏芝，不清楚事实，但很恭喜她。对此，她的经纪人不多回应，而她的母亲也被拍到现身医院，虽然强调自己只是来看病，但这时间点也真是太巧了吧。据传张柏芝孩子的爹是一名新加坡富豪，他经常往来新加坡就是为了和男友约会，不过这些传言都未获证实，只能再等等当事人亲自向大家说明咯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